孝公镇武林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民国初年，东北地区形势复杂，土匪势力交错，各占地盘，民不聊生。军阀林国栋与七大退隐江湖的武林高手隐居于此，他们把土匪消灭得干干净净，保了镇民平安的故事。这部电影的故事简单，民国题材是目前最火热的题材，江湖奇才打鬼子最能引起普通观众的兴趣。世外高手桃园祸事也是武侠片最常用的路子。并且还交织着爱恨情仇。影片中，小裁缝娇婆似、开饭店的姐妹麦当娜与麦当红、当奶妈的花天娇、道士甲乙丙、卖胭脂水粉的小喇叭，跟快活林老板娘黛玉姐，七位隐居福清镇的武林高手，为了维护一方清净，重出江湖，联手退敌。七位高手之中，男女老少、高矮胖瘦皆具，性格迥异，各自暗藏心事。除了目不暇接的奇功异术，更是闹出不少令人捧腹的囧事。这部电影既有袁华、洪金宝这样的功夫喜剧前辈，又有郑中基、吴君如、曾志伟以及谢娜这样从里到外都豁得出去的搞笑达人，各种笑料奇招怪招见招，招招戳中笑点。还有那王祖蓝演绎从断背山上跑来、渐渐惹人爱的极重口味搞笑，简直是看点十足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期待您的评论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